这个祭祀祖灵的地方，入山。民宿，啊，民宿哈，没电没网路。又可见山，又可见山，这个是老七家部落啊的圣山，老七家部落的圣山是他们主要的猎场。这个石头呢是伪装式的，有作用的，像人头一样。早期原来的这个石板屋的高度啊，就这样子而已哈。早期的房子呢，不盖的比较低。这个是台湾族啊，这个老七家这个地方的神住屋。猎人之屋啊，猎人之屋。正前方尖尖的那个是蓝大武山，蓝大武山。